东西带上了，我又想到一个好东西，可以这个升一下星了吧？这个忍者，看这里可以买个打鲁伊，昨天买的时候上线了，再买个这个，再买个这个，这三个忍者都可以升一下星，一人升一星，先来把旗袍天天升到二星，然后再把木叶丸升到二星，最后再把我们的大鲁伊，三个忍者一起升星，涨了10000战斗力，哎，咱俩真赞了两个嘛，越来越过分了，年轻人。怎么说呢，这个反正就是非常的爽啊，越升星越爽啊，老点的咱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星数，我星数好像还不是第一，在这个战区里啊还是这个第二。有个老点比我还骚，充钱更多，看到没，这个老点他战斗力也非常高。他的号最早时候不知道怎么整的，人家都700才来开头，人家都745万战斗力。可能他最早时候是属于那种一直充钱玩，但是我们最早时候不是后来没有玩这个吗，跑新区去玩。其实我们当时如果不玩新区一直玩这个老区的话，肯定也是这样子，但是后来我们没有玩，我们那个你看这个战斗力，兄弟们，就这一个上700万的，还740万，别的人都是600万，是吧？上600万的本身都不多，就是这个老屌属于是非常早的那种类型。哎，老弟啊，真赞，有点过分，好吧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玩游戏，玩游戏啊，下面咱们开始 PK。